现在我在哈尔滨，这个地方人也非常多，它不是景点，不是冰雪大世界，也不是中央大街，也不是防洪纪念塔。上午的10点，看看人，我从里面逛着出来了，但是我还是要强烈给大家来推荐，只要来哈尔滨的人啊，都来这边来看一看嘛，不管大人小孩还是老年人，这里面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文化水平有限，大家在评论区再说一下吧。可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人流人情况，相信比很多的知名景区的人都多吧。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，是吧，门口的这个车流量也是一直在来。不管是很多人啊，不管排队等多长时间，都要去里面去看看，去了解一下是什么呢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个，心里面很愤怒，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，就是那帮畜生在这里犯下了滔天罪行的这些罪证都在这里。咱们中国人不管什么时候都是要团结，要体现团结就是力量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这种国恨家仇吧。但是看看又有我温暖的一幕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呢，是咱们当地的朋友在发那个暖宝宝贴。这边还有爱心服务站，开口好，谢谢。来一杯吧，来一杯，等着，等他打完你再打。好，谢谢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。没事，慢点，别烫着啊！来，慢点啊！看咱们哈尔滨的朋友，好嘞，来这里，姜糖水。咱们各个国家会越来越强大的，咱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强大。心里面非常堵，说不出来话，啥也不想说了。